你这背的是什么破包呀？跟赶集似的，站我旁边也太掉价了。可便宜了，就十几块钱，能装好多东西。有几个臭钱就看不起别人，真过分。你们店里最近卖的最火的那款包呢？不好意思，那款没货了呢，大概要等3到6个月才货哦。这款丝巾，这个腰带，这个钱包，还有那个手表，那件衣服，那个盘子，都给我包起来。别愣着呀，你去拎着。哦，使唤人，这些都送你了，刚好都装你那个大麻袋里，一次性都回家。我去，十几个大不了的东西直接送闺蜜，出手太过度了吧？我要的那款包现在有货了吧？啊，有有有！出门才多久，你这妆面怎么斑驳成这样啊？啊？你是拿卸妆水定的妆吗？赶紧自己照照镜子。哪有当众这样骂自己闺蜜的？一看就知道脸上用的都是平民货。哎，我一直都用这些，挺好用的。瞧你的胸三样，肯定没用过大牌吧？他也太装了吧！到底在狂什么？直接给我配上你们的全线彩妆。哎，这些都送你了，你以后不许用别的化妆品。妈呀，原来是强制爱啊！这么牛的闺蜜，请给我来一打。和你说了多少次了，大牌无平替，用在脸上的东西越贵越好，你就是舍不得投资自己，想要什么和我开会也行啊。嗯。